对这么算起，差不多在2500年之前，印度的摩羯陀国首都王舍城附近的树林里面，有来一个旅行的人。你总算来啊！总算给我找到，你就是我找出多年师父。我嘛真欢喜，即马我已经得到了真道。大家下，我就跟你讲啦。是，佛典故事大家下，经典的开始。在等待旅行的人是世尊。旅行的人是当年以来一直在找名师的大家下。可是我明明不知道，你要说我知道。也未五度，你自称五度。那呢，我的身体马上会当场分作七地。是。就安尼，世尊当场谆谆说法。大家下非常专心地听，这个人叫做大家下。为今仔日去，就是大家的同伴。哎呦，有这人看起足大实的呢。欢迎你来到定南精舍。卡叔若是有任何疑问，做你尽量甲我吩咐。伊敢若连小窍门都袂晓呢？欢迎，伫遮修行是足业界哦。是。收这款人回来吼，世尊哦是自找麻烦呐。在世尊门下修行有各种的规矩的，其中一个就是待在远离人烟的山林里面，以每日的吐蕃来维持生活。吐蕃的时阵，袂当分对象是贫还是富，一天只干会当用餐一届。只会当穿用破布所做的衫裤，其他物件拢袂使扎钉钉，有真侪严格规律。大家下真欢喜来遵守规律，无要使人真拍拼伫修行。也毋过，伫地主内面，嘛有真讨厌大家下的，不时伫后壁甲诽谤。无叮当呢？哦，我看卖哦，我就惊人的呢，已经连续三天了呢。哎，到底是咧想啥的啊？啊，一定是哦，啥物拢无伫咧想啦，加钱加到伫遐偷困尔啦。一定是安尼啦。规天到暗哦，拢伫咧加修行啦。像迄款人哦，来了解世尊讲的话了，真奇怪嘞。伊应该哦，早在离开这个所在。无意中听到地主讲的话，世尊心原来在想，有一天必须要让大家了解大家下有点这样的。
有一天，世尊召集所有弟子说法的时阵，就臭的呢！哦，秘书把俺粪扫堆爬出来。世尊看到大家下归来，马上就讲起教法内面上解困难的部分。也唔过弟子完全听无。万法为心所作，一切因缘而起，一切因缘而灭。好，即马恁敢拢听有啊？你听有无？我听无。你咧？我嘛听无，请原谅。是安尼哦，恁拢听无？啊？大客下，原来你人坐伫遐。你的位是伫个这边，来过来坐。这是为什么啊？拄只我讲的，对大家来讲，敢那伤困难啊。大客下，你过来这边，你代替我以比较较简单的讲法，搁讲一摆。妈，想做哪会变安尼咯？地主伫个遮，多谢师父好意，也毋过我无资格坐踮你个身躯边啊。何况是要替师父说法，无论如何，我都袂用接受。我只要伫个师父门下，一人静静啊享受法的快乐，安尼就会用。大哥小。师父来听你，不要紧，就照大家下意思去做好啊。大家下伫个拄着我的第八工，都已经得到佛道之心了。更加伫个后来修行，脱离了欲望、执着，无做无意义的言行，彻底实践到义。伫个日后各位的行为，拢应该向大家社来学习。我同你讲咩？这大家社伊唔是咧普通角色啦。你讲袂错，你后边人讲个人中伤，中伤人个是你哦。你佮讲别人？你佮讲啥？哎呀，我要炸死啊啦！我无要承认啦。迄、那个人哦，伊极端说法哦，是因为哦伊无自信才安尼啦。伊也唔过世尊伊，世尊伊偏心啦。一点仔都拢无好算啊！除了顾一个幽波兰地以外，嘛无人会再讲大家社的歹话了。对迄天开始，大家拢真尊敬来称呼大家社为镇别的查甫人。也毋过，点点仔伫享受都会欢喜的大家社，嘛有一项真烦恼的代志。迄就是伫个故乡的厝内面，伫个迎接大家社回来的母子跋陀。大家社伊叫做毗婆罗舍那，伊以前是摩羯陀国上界好业的人。少年的时阵，因为讨厌世间所有的享乐，伊希望讲会当出家，过着清净的生活。也毋过伊无法度拒绝父母的要求。甲千金小姐跋陀做一个有名无实的红阿婆，结果新婚之夜时阵，才发现跋陀就甲家己同款，希望讲会当出家求道，两个人拢非常的欢喜。后来四大人过身，两个人继承财产了后的某一天，跋陀命令遮个查某囡仔将怎样的麻子放伫日头下面晒。这最疼的呢，又搁抬死这么多性命啦，实在足讨厌。无多啊，这夫人的命令。东诶，东诶，
今日大家都能休息。另外一边，红赛在巡视，下骹手人在进城。是这么多虫。你是在创啥啦？紧急啦！免是要面大。小队，脚骨停落来，今日大拢会休困啊。为了要进展，大家痛苦，精神受伤，虫也拢死。想不到，为着咱土地生活，害死这么多生物。这种残忍的行为，真是悲哀。我嘛是安尼感觉呢。食一碗饭都够。困只要所在人倒就好啊，穿只要当家身躯就用的，其他的物件拢会使放弃。我想放弃家产，出家求道。我嘛要甲你同款。就安尼，大家下将财产分给一家手人，田产分给大家，并且决定由家己先出去外面旅行。巴多，卡叔，我来当拄到明叔，我马上回来接你过去。一定哦。我就抓。听讲，这天拄好是世尊伫个菩提树下悟道的迄一天。就要找明叔，偏方祖国的大家社，总算会等到终身的师父世尊。佛陀，我真想要接你过来，也不过顶下正社还阁无查某出家人，请你加忍耐一苦啦。最后。大家社所五万的日子总算到啊！在伫个世尊活动的根据地，对定拿精舍搬到古刹罗国的基姆精舍无偌久，世尊头一届要开的修养女弟子，大家社非常的欢喜，将佛陀接来基姆精舍。我都就安尼变作世尊的弟子，专心来修道，得到世尊的护佑。学修行者，无人会当赢过佛陀比丘尼。世尊的弟子人数渐渐伫咧增加，分到别个所在的比丘渐渐拢管袂住，就连这个阿罗比村也有比丘开始过放荡的生活。不用，大家拢未记开始修行迄阵的决心啊！你个看卖，这就是幽多罗王家传落来宝盘啦！这是有家下讲有一人来当作珍宝的盘呢。我输啊啦！我上有自信的盘，甲幽波兰的宝盘比起来，较笨拙的呢。已经厝甲宝贝是要倒位滴啦，无一定，无一定是江边村民私下滴来，卡出真是啥，安尼就害啊！今日咯，你就提这个去吐蕃啦！恁带我来去哦，我带恁去有钱人因家哦，去吃好料的哦，吃好料上好。
伊还佫蹲伫咱后壁呢。关起来哦，大家笑，三不五时嘛是要吃好料的哦。哎呦，那叫无礼貌啊！真煞啦，来别位啊！安奈安呢？那都奇怪呢。怎样啦？你为着要起精神吼，强要大家捐钱出来，所以大家吼就看到你就往头走去啊，对无？伊讲得真有道理啊，若准是安尼，啊大害啊！固然是安尼，也毋过这笔银并不是我的工课。大家笑。哎呦！怪伊了，怪你跟他无飘啊哦！在尊贵的世尊门下修行的人，我是来请求你，拜托你施舍。啊，你向我吐薄哦。是啊，我希望你会当减少一寡家己的食物，把你的慈悲心施舍一寡给我。你是咧讲啥话啊？以前我嘛唔捌施舍物件给别人。搁再讲，就算讲我想要施舍嘛，无物件，我大项拢无，无物件啦。你看起来真有修行的款，可是若有物件，我足想要施舍给你，也毋过，就是要安怎？哎呦，我即摆所有的哦，几乎是别人无爱的物件，亲像臭酸的米汤啦。哎呦，我足感谢的。你这份心，最重要的就是你这份心。你有这份肯施舍的心，有一个肯帮助别人之心的人，这种人一定不是善者。啊！有见笑之心，会反省家己的人，都已经是一个救度的人了。今麦的你，都已经有这份心了，安尼就是幸福的尊贵的人。所以无论如何，我希望讲你会当施舍淡薄米汤给我。好啊。啊。啊。这。真感谢你，今仔日用餐到这就结束了。我已经活到明仔载开了，这拢是你施舍之恩，非常感谢你。
做这件代志，真不愧是大侠侠，不多言，利益行为速度，解脱烦恼痛苦的人的心，也以同款的行为来给您教导。阿兰，是，转告大家，为今仔日起，袂用为着要建造豪华的精舍，甲人要求伤多的私舍，安尼知影无？是。也阁有，为今仔日起，袂用亲像幽波兰迪安尼，一个人有遐尼啊侪拨。无。寄出来物件拢爱下掉。哎，即毛、哦，哎呦，无唔对。啊！不准吃！世尊一直将大家下当作是好朋友，不只是地主利益。在世尊的心内，其他地主无了解所在，只有大家下知影。两个人互相信赖，这段友情四十年来唔捌改变过。世尊八十岁迄一年，将所有的教义拢托予阿兰，也阁有大家舍。阿兰听过世尊所有的说法，并且甲暗记落来。你大家舍，即是好亲像是世尊对你亲身来实践这个教义。佛教会当传教学习，大部分拢都爱归功于这两年。这也是世尊当初的用心。过不外久，世尊伫个居士那路的两丛沙路树中间，最后一届倒落去休困。拄啊好伫个半路旅行的大家下，听到这个消息，马上就紧带地主赶到居士那路。我们转世的是小姐了。行者，请问你是从哪里来？古希腊楼啦。那来请问一下，是不是有听到有关阮师父的一条消息？哦，已经在七天前就走了呢。今仔日吼，都要举行丧礼啊啦！这位会吼，就是为阿爹转来的。过时哦。哎呦，你哪就这么悲伤啦？啊，今仔日开始哦，伊就变安尼面顶东面顶西啊！以后咱家我尼啊自由的呢，安尼家我好个啊，一下哦就家我轻松个啊！你讲对无？嘿嘿。妈！是嘞啦，我都讲唔对话啊啦，你请你原谅我啦。哎呦，大家下，请你原谅我啦，大家下，原谅我啦。在苦西那罗这方面，阿兰这人则想要点火烧棺材。也不过安怎点拢点袂到。大家下来哦！师父，我伫这时阵已经得到重生，从今以后，
我袂去再家己一个人享受倒的欢喜。我要像日头同款忍受家己，为了传播健康复原，到后世立下名，请你放心啊去。我一定遵照我的誓言，师父。小姐嘞，世事变迁，世上无不变的代志。万物由心到事，由事到心。在这个轮回中，我找到永远不变的使命。我的弟子，今仔日以后，爱以家己为依靠，嘛爱以法为依靠。九十天了后，大家社在七叶窟内面集合了世尊的500名弟子，其中也可以看到佛陀的身影，也就是现在的明建年。有没人提？你也紧入去啊？我可没用的啊。若是无你甲世尊，即卖我可能也阁是甲永伯同款，只是一个会晓家己享受快乐的特别的修行者。我之所以发愿要召集大家来吃，编集经典，又无难的。你的功劳上大，你知道？就安尼，大家社得到阿兰这人的道上工，为着要将佛法传到后世，开始着手召开着编辑经典大会，也就是经典结集。大家社甲尤伯兰第这两个人，应该会当讲是一种结缘。